their living guts and use them to grease the treads of our tanks. We're going to murder them. Warrior.
exhausted. We're going to cut out their living guts and use them to grease the treads of our tanks. We're going to...
压不进去。
早知道直接乖乖打。我话说他刚刚是撞我还撞猫啊？天会的那个撞，
啊，这个是一般的柠檬胆。而且要断，它要咬火之后尾巴才可以断。它不咬火的话，一般状态尾巴是断不了的。
断差会有一些。我最讨厌带断差的。哇，那结果跟第一次差不多。
包子，我们要拿跳台出来。前面只要改两个字，就是我要的东西。
低了，奇妙哎、欸。
还进入30分。收起来啊！虽然不知道民国几年才会把它拿出来配，然后不然就变成垃圾沉没在那里了。好了，开房吧，我自己也不知道拿什么了。再来开欧德赛，等一下就会跑进来了。
现在是连不进来吗？可以啊，可以，欢迎欢迎。为什么鞠躬还没出？那就是还没解到而已啊。好像鞠躬是哪一个村的？应该是波可村啊，没意外都是应该是波可村的二居人。看一下，帮看一下哪一个任务。换一下装，换一下装的帮你接。奇怪，我春天风扇会冷，是怎样？今天真的气温下降了。做妹子，做妹子不错啊。朦胧下巴，一个下巴，一个妹子。
错啊，打崩龙钓妹子，对不对？然后打崩龙钓猪。我的手配什么？你这么一说，我也忘记了。我最常配的手不是团长手，就是或就是小杰手，或者是犯人手。我最常用的手就是三个。如果你单纯只是要有手的外观的话，那我最推荐就是三个。带上去就跟三眼一样，就完全没有任何的东西，就是身主和身手。他妈五 K， 我买什么？开车买什么？哦，对，小包袋。哎，真的一直忘东忘西。玩久，我是看啊，看感觉配啊。我通常会先挑出一套装，然后再来就是挑那套装我想做成怎么样的类型。啊、如果健身本身很大把的话，我就喜欢穿厚重一点。我觉得人物这样子这么纤细扛着一把大剑，不科学，有一种式神的感觉。可式神那个不一样，式神是因为有那个那什么啊，忘记那个叫什么了。啊，只有荒神的力量才有办法拿出这些东西，拿起那么重剑。但魔力不科学啊，真的不科学、啊。话说回来，自从看了那个影片，拿空二打崩龙，现在觉得打崩龙好开心。应该是那个吧，那个每个猎人 的那个大那个大腿跟小腿最不科学，不管你从多高的地方跳下来，就是咚一声，然后没了，他妈正常脚都断了。有啊，还有一个位置，今天就随便轮，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礼拜一到礼拜五我比较随性的，假日再来开正常的吧。
么爱追小明啊？你要削二的话，削二的话，你要打下八哦，不然靠基本报酬有点运气。运气。一个人我觉得比较好破下吧。你看他现在完全不看我，说他这没什么在看我。可以啊，可以先进来啊，只是你要等我们打完而已。对对，只追小兵一个人，他独爱小兵哎、欸、，Why？ 你是对他做了什么？现在这才是破法，这才真的是破了。因为我记得风龙下巴破掉的话，副任务会跳出来，基本看那个副任务有没有出来最保了，最保险。
他那个是连续伤害啊，就跟霸龙的冲一样啊，你在头前面挡下第一下之后，他身体走过来还是压到你。如果你是太在头前面挡到火车的话，有时候会被身体压，再压到一次就死掉了，很常发生这种事情。不然就是像大叔说的，可能放太快没挡到，就被车死了。倒是三个下巴，哇！你被毒心了。我觉得我下回材料最痛苦的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前口龙的爪，还哦，那真的是有个机车的。真的是要刻意做一把下位武器去打哎、欸，那狙击的狙武基本上去打，前口爪还没爆就先死了。我现在学乖了，要下位的东西还是叫猫队吧，猫队棒的。如果是麻烦的是前口啊，麻烦前口是他的爪，基本上他不上来。不把它吊上来，不把它打到翻身，它是打不到它的爪的，是应该说是破不到爪的，这麻烦啊！就变成说，你刷的速度就是整个被拖慢这样子。我缺什么东东？是有人帮你接了吗？哎、欸，大叔一定有啊，他一定有、啊。下载可以啊。蓝龙，我一看是蓝龙。幻化的脚吗？啊，差一个巧克力来吃。基本上装备配好第一件事情就是幻化，在幻化好之前，我是绝对不会拿出来用的。有一种那种就是
一定要穿新衣服出门那种感觉。让大家撞。哇，好一个！竟然被崩龙给完美 combo， 这个有点莫名其妙哎，死的莫名其妙。感觉就是不让你起来。
他，他尾巴不断爆头会给他，只是几率而已。是说，刚刚是崩龙追小兵追到天涯海角，哎，这个有过远了，从地图角角对到另外一个角角，哎。本来就是一块，就是一块大魔族而已啊。我靠！你们是让崩天都乱掉，搞得跟大龙鱼一样。你要打上位的哦，不是打狙的。虽然狙也会给，狙会给吗？我忘记了。
反转。看你们还有什么想接的，接吧。接不？可以啊。
下载一个，要拿英雄。不太喜欢英雄王的头，应该说不喜欢短发吧。不过他的妆我觉得还可以，我说幻化还可以。哦，大，他物理有442，哎，好像很高。我应该又上满场跑
刚刚那个还蛮爽的，他已经睡着了，刚好老三龙吉炮打完还没有醒来。其实火龙真正会缺的是什么，知道吗？逆鳞，因为火龙逆鳞真的就是狙击不会掉，只有下三位有而已。有时候下位东西真的，有时候一缺逆鳞，真的你要打还真的是打不到的。断尾怎么挖都红鱼，把我的功能，我都没想到玩功。继续接啊！想接什么就接，都可以打。想打就接啊，没关系。缺那个吧，那个什么封印盾的，就我这套的手，我这套的手，我看看，我
知道手是那个嘞，黄黑嘞。为什么？因为你的掌握已经满了、啊，你要怎么？你要怎么他？你要他怎么再往上加？满掌位的武器再加降就上不去了，所以的降就没有发动。所以满掌位的要配个业务就够了，不用配到降。常常都会像这样子过一口，尤其是打这种头很高的，就常会这样，就跟那个《魔物家落穴》里面，然后头那边摆来摆去，有时候大锤那个节奏抓到，就是三下都锤得到，节奏抓错了，就是三下都没中。
感觉我的结算应该会蛮帅的。就往他的菊花刚喝刚下去。将军揍到他，最终强化都是要柠檬灵而已，反正柠檬后灵缺很凶，用量超大的。你打干净手。
都在追怪。有人就继续玩啊，没关系啊。我靠，怎么都双刀？任务之后先去清啊，不然到时候军军回来你会被骂吧。
可以啊。为什么在家里面呢？安安，坐奥德赛可以去都市国嘞。当初看到宣传片的时候，我觉得我对那个都市国就还蛮期待的。这条兽地一定有设计过，看下去就是一个吸筹的。
热牙什么都缺，就真的是什么都缺啊。而且用量很大哦，吉尔牙，然后那个力战的漆黑皮跟血战的漆黑皮，如果你想要往吉尔恐暴系列的话，啊，反正就是要打一大堆的黄瓜。哦，恐暴系列多，超多的。普通黄瓜不用啊，你要转那个，你要转那个饥饿恐暴就要了。像我现在就是有一把要转那个饥饿恐暴水，就要六个力战皮，六个。有需要再做就好啦。好。这个我自认，我这个锤不晕，这真的太难锤晕了，就头高到一个闷。哎，打什么打嘞？身之后，第一套居装就直接是恐脸了，实在让我自己都有点无言。直接从下位雪山装直接变成恐脸，中间的差异，我觉得到底是怎么变化的，我也不知道。
记得我那时候穿三眼装打三眼装，三眼打螳螂。我决定了，看他吃哪一个，放这么近的话。这里不要骑哦，会被甩下来哦，会被判定，会被判定在地图外面。
是有点小。
解散。锤就要六个红爆铃，六个算是上位的，想到就烦。我很少打控场，我也不是专业的控场，只是就加点控而已。是他的眼睛耶，而且你等下我开给你看，近看的时候蛮恶的。于是于是人家回来拿直接就好了。
带大便。我没有大便。是青奴神岛啊，神岛。奇怪，我是盒子没了吗？不然为什么没有？哦，没有没有，这套，这套是三麻杏一落穴，难怪没有。在水里睡，我觉得那个控场第一个禁地图，我觉得这个除了矿税以外，我觉得其他没有差别，其他没有差，我觉得。打专业的啊，所以我不想要跟着定班的定律走啊，我不喜欢效率的打法，我就是想说，我进去我什么时候进场我就什么时候开始控，而且我的顺序绝对不会都每次都是一样的顺序，我的晕麻眠甚至有人骑这个顺序我通通都每次都不一样。完全都看我当时当下的心情是怎样的。应该说定班有定班的玩法，但是就打久了就真的你也知道，定班就是长那个样子，它不会变化。它的变化就是更快，就是变得更快而已。它唯一的变化就是这样。还有一点就是，私底下我可能也会打这种定番，因为毕竟真的很快又方便，效率又高，跟着别人打的时候。可是我觉得今天既然大家就是一个同乐的环境，那就是开心打就好了。不然讲真的，每一场都长得一样，玩起来也蛮无聊的，不是吗？
没有，定番不是只说一定拿神岛这件事情哦，不是说拿神岛就是定番哦。定番是一次讲说固定的打法、固定的流程，这才叫定番，不是说拿神岛就是定番。只是大多数的定番都会用到神岛，只是这样，只是因为这样子而已。我也看过圣宫的定番啊，宫的定番也有，可是都是属于那种麻瓶啊，或者是麻弹啊，这种东西是可以算的。你近战武器那一种，完不晓得它会不会发动，会不会触发那个麻痹值，状态异常值，这个都不知道，这个就真的很难算。之前看过最极端的定番是打什么？哪一个 啊？我叫他打黑龙吧，也是黑龙，然后没有神岛，四把雷狼重弩，全部开火势，全部开那个火二。然后进去全部更新，全部站在同一地点，全部给他烧，四个人一起开火势打，大概1分50秒就结束了，超扯的。我真的觉得那个是我看过真的很扯。当然都是拍最好的一幕出来给人家看啊。都要上传影片，怎么可能上传失败的嘞？都要看，因为野团就算了，就有些团喜欢控，有些喜欢有人控场，因为只要有一个控场，基本上就可以玩爽爽，而且会控的话，还、啊、有些就是一些不喜欢闪光啊，不喜欢道，就是不喜欢道具流的那一种，有人控场他反而就不行。反正人很多种人嘛，就各自有各自的玩法。
套没闪光。我这套没闪光，阴蛋哦。他就这样子钻出来叫一下而已耶。啊，这霸龙耍我们啊！从后面来，我真的被甩一个莫名其妙哎！包什么？我一直觉得远程好玩是好玩，但就只能觉得，可能我比较喜欢跟怪近距离贴的脸对脸的感觉吧。讲一讲，我发现你讲一讲，我发现这套直接就可以配出来。把什么换掉就好了，看一下。哎，这套是把什么换掉？基本上这个。剑哥跟这个都被拔掉了，算了，远程不是我的爱。
们如果有要打就直接接啊，不用等别人说缺什么再接，就先下手为强嘛，先接就先打。啊，如果说有人要接，有人说他想打什么，那就下一场。没钱了。AC 哦，来，我跟你讲 AC 是哪一把，其实用看的你应该理解比较快，是另外一款游戏的，在哪里？这个枪啊，打上位的下载黑狼鸟，在地底火山的。想要看这款游戏的话，你可以去 Nico 或者是 YouTube 搜寻 TAS Arms Subs。
有看到 TAS 上强大的，那也算什么？那也算后置了。我还蛮喜欢看 TAS 的影片，会有一种很爽快感，因为那是人类，那个人类做不出来的。哎呀，这打什么 ？Oh no！ 多吃一瓶了，干！不要说什么我东西不少颗这件事情，等到你开始真的缺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要真的说好多颗，至少要有个30颗才能升上好多颗。这10颗以下都还好。而且波龙武器一把做满就要2颗哦。要玩李慧欣啊，拔到18，升到80%也是可以的，80%其实也会爆了，好不好？
叫他两把我都没做。风大镜改过，以前没有那么长，以前就是胖胖的，看起来就是不知道啥小，很像菜瓜布的。左连可以啊，只是我不建议拿猫片配爪配孔雀，是因为猫片的展位太烂。因为孔雀唯一不适合的就是配钝器，除非你要把将拔掉。可是你把将拔掉，你又失去了孔莲的特性，所以孔莲不适合配盾器。
才是最重要的。哦，对啊，里面现在没几只小猫，你直接私讯我就可以了。对啊，我失去我干嘛？我直接加你就好了，我问你好友啊。你要玩棍，11月11号那一天。
下哦，等我打完一下。老板，你直接用手机点这个，你直接点比较快。场吧，随便打总够。
器。月是吧，买到出来了，好快哦！就我还蛮犹豫要买《异度神剑二》的，可是炼金工坊将近年底出，那我觉得那是我们来不及。下来吧，下来。
还蛮期待 PN 如果到时候真的出在 NS 上，应该蛮有趣的。毕竟硬体提升了，应该战斗可以变得更，战斗画面应该可以更加完善。其实我最喜欢的是物理上面那一款，叫什么忘记了，也是神奇宝贝对战。我觉得那一款战斗我就很喜欢，真的有神奇宝贝在战斗的感觉。毕竟现在还是画面还是停留在左下右上，有点可惜啊。而且他已经全部的 PA 都已经 3D 化了，我觉得应该要做这个应该不难的。
辛苦啦。没有啦，大概就是我太酱油了。打在路脸上啊！我只是砍，就只是砍而已，我没有打在路脸上。真的要打，就是我跟换锤吧。你要砍他的脸啊，把他脚肉子烂，壳肉子更烂。Bye.